家庭衝突及性暴力政策組會負責制定與青少年罪行相關的程序，而其中一項就是照顧或保護令，也就是大家俗稱的兒童保護令，目的就是保障兒童和少年的福祉。究竟在什麼情況之下是需要申請兒童保護令呢？我們一起看看以下個案。爸爸，你是不是帶我去買糖啊？等陣間告訴你。爸爸，個書包好重啊，你幫我孭啊，唔該。好，但是一陣間你要自己孭翻嘅喎。知道。爸爸，你做乜嘢啊？唔係買糖咩？等陣先。你有冇搞錯啊？借個女過橋偷嘢，你係咪人嚟噶？個女俾人拉咗，你好開心啦！唉，等錢使啊嘛，冇辦法噶，鬼叫你窮等錢開飯咩？而家買奶粉好揾啊嘛，況且啲店員邊有咁精明噶？冇事嘅。阿女，嚟嚟，阿女，帮爸爸一个忙，爸爸而家先出去，你喺度等一阵，然后先至出去揾爸爸，好唔好啊？点解啊？你唔好问咁多啦，听爸爸话。好啦。乖啦。阿妹你一个人啊？系啊。你个背囊好大个喎，入面装咗啲乜嘢噶？我唔知道啊。除出嚟睇下好喎。好啦。除出嚟睇，快啲。咦？阿妹，呢罐奶粉我哋噶喎，你偷嘢啊？唔系啊。经理，经理。咩事啊？经理啊！你阿妹偷咗我哋罐奶粉喎！报警啦！唔好啦，我冇偷嘢，我揾爸爸咋。唔使理佢，报警。知道。死啦！阿女俾人拉咗添，走啦！连你都会拉埋噶，阿女冇事嘅。你系咪人嚟噶？你个女嚟噶？是不是你报警啊？是啊，这个妹妹的袋装了我们两罐奶粉，她未给钱就想走，闭路电视已经拍下来了。阿女，爸爸叫警察不要拉我啊。阿叔，不关我的女事的，那两罐东西是我放下去的。这个爸爸似乎就不适宜照顾这个小孩了，因为似乎他有协助同埋教唆呢個細路仔去犯法，咁相信如果同法庭申請照顧或者保護令咧，就會幫到呢一個細路仔得到適切嘅照顧同保護。照顧或保護令咧，一般人嚟講係叫佢兒童保護令嘅，佢係一項法庭命令，協助父母或者監護人保護兒童或少年嘅利益。根據保護兒童或少年條例咧，警務人員可以就一啲需要照顧或者保護嘅兒童、少年向少年法庭申请照顾或保护令。申请照顾或保护令的唯一目的就是帮助儿童或者少年得到适当的照顾或者保护，
避免他们受到伤害。所以照顾或保护令不是用来惩罚儿童、少年或者他们的父母或者监护人的。